这个河道原来是自然河道，老百姓有乱采乱种这些现象，破坏了水岸线。我们通过隔冰石楼覆坡进行了工程治理。我们船湖堤岸的绿化增加了，动物也多起来了。塘沽古镇呢，它是因水而生的那个千年古镇，经过近几年我们那个对那个水环境不断的整治，山也绿了，水也更清澈了，鱼也多了，好，我们来的游客也逐步增多了。